大家好，我是小草月，这两是风暴奇尔的时间解说。感觉影片不错，可以帮我点个订阅喜欢，同时打开小铃铛。那现在的每周三六晚上八点，我都会固定在 No Life 的平台直播，只要搜寻 ID 81019 51或者是小草，都可以找到我的房间左下角那一个。那左下角可以看到推荐的出装奥义，带荒芜精灵玷污各十个。那起手呢，先预购二阶的魔法打野刀，这样子的话呢，你在二阶魔法带刀买完之后，你就会自动的去购买这个日光护符，去增加前期的续战力，到大后期呢再把日光护符卖掉换成法穿棒。那这一场呢是观众的一般场。那现在奇二呢，其实我觉得还蛮可惜的，就是魔法打野刀一直不受到重视，然后在魔法打野的部分呢，在整个游戏上是偏弱势的。相信有很多在长期收看我影片的早期的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呢，我非常喜欢奇尔这只英雄，我出了很多奇尔的影片。因为我非常喜欢奇尔这只英雄，他有着刷新的技能，然后很帅的大招。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呢，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这边呢，我们先刷新一下之后利用二技能逃脱，没有状态就直接回家等着去吃第二个蓝 buff。 那在前期的时候呢，我是被这个伯顿抢掉一滩野怪，然后蓝 buff 的经验被削掉了，所以我上四等的时间很晚。那没有关系，我们终于上到四级了。这边往上移动，看到一个特有鱿鱼丝。那这边呢，我们就优先的去击杀掉这个比较软的射手。先利用一个一二技能上去刷新一套之后呢，这边二剑上去要接大招，那被他交瞬影闪掉，没有关系，往前走直接按出来之后把它收掉。那队友呢是打的有点凶哦，被对方支援了一套之后，这边先利用一技能帮他们缓速。那刀锋刷新了，所以我们这边不急着上去，然后利用二技能呢打一下伤害之后刷新再拉掉，因为欧米伽要挂了。那大家记得呢，是念欧米伽不是欧米茄，因为呢这个名字是从英文翻过来的，所以呢千万不要认为它是个茄子哦。我们这边去刷一下野怪，把血量给刷起来，中午补包消失也是非常合理的。如果你家中午补包不见呢，绝对是因为被对方偷吃掉了。这边呢我们先刷一下自己家的红 buff。 那今天会录制奇尔的影片呢，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只英雄，所以呢在打一般场的时候有时候我还是会拿出来玩。那这边看到一个古墓，我们上去有点太早了，他的大招持续时间太久，我们被晕到了。这边呢赶快接一个大招，就直接利用二技能逃脱。那跟刚刚第一波的情况有点像，我每次到下路呢状态就不太好，那下路的补包不见也是非常正常的，绝对是因为被对方偷吃掉了。那这边呢再回到上半部去吃这个野怪回血。那奇尔一直起不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续战力真的太差了，不然其实奇尔的伤害在整个游戏中是非常够的，而且杀后排能力也不错。我们这边呢先等一下这个古龙把这个三下正极放完，不然他打得太痛了，这样子对于奇尔来说又要消耗掉很多的血量。那这时候看到对方刀锋在下，我们顺利把魔龙吃完之后来中路抓一波特安纳斯，不对，是鱿鱼丝。这边上去之后一个普攻接一技能，原本想说刷新完之后再接大招，不过呢被他大绝断掉了，因为我们必须要先把被动的伤害打出来，否则的话我们其实就算按大招也杀不掉，反而会更危险。那这边呢就往上移动，因为感觉这个特兰纳斯会想守塔，那他果然去守塔了。那我们这边呢就来吃个鱿鱼丝，看到对方刀锋，刀锋呢是可能有点畏惧吧，我不知道。其实他上来这边是有机会可以帮到特兰纳斯的，而且呢我这个大招没有刷新到我的二技能，不过没关系，一般场呢最重要的就是要玩的开心，如果玩的不开心的话游戏就没有意义啦。这边看到对方刀锋，先丢个一技能，看到他失误之后想要杀他，上去之后呢就尴尬了。你可以看到呢右下角的脸就知道我有多尴尬，不过没关系，死掉一样是很开心。那这一场呢是和萝卜还有这个观众一起去排的这个一般场，所以我很多时候呢会在一般场玩一些很多不一样的角色，这种就是一个玩游戏的乐趣啊。因为毕竟呢虽然说在排位赛我会比较看重，只要是打排位赛呢我会非常认真对待每一场，去尽可能的取胜，但是一般场呢我就会想要去多尝试很多不一样的东西，而且是有趣的东西。但是呢我很多时候都会看到很多人把一般场看得太过认真了。如果你想要很认真的去打的话呢，我建议你可以把排位往上打，打到了大概 A1 到 A2 左右，
这个对手的层级开始会是整个游戏的另外一个境界。那个层级以上的玩家呢，玩起来是非常有竞技的感觉的，因为那个对手跟队友的实力层级基本上都比平均这个 A3 或 A5 高上大概两三个档次以上。所以呢，这边讲的重点就是，如果你是打的是一般场的话呢，真的是不要太在意一些队友的操作费啊，或者是很多东西。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换一个心态想，你的世界会更美好，然后玩起来会更加开心。然后我也是希望企业能够回到一线去，在排位赛有更多登场，或者是比赛有更多登场的一个机会。因为像我一样喜欢企业这角色的人，我觉得应该不少。但是呢，在《传说对决》这款游戏真的不太重视魔法的刺客打野。那法师刺客法师的话，我觉得就还好。其实刺客法师在这个游戏里面还算蛮平衡的，像是典型的这个拉兹跟闪电侠，在这个版本中都还不错。但是呢，这个奇尔就不太行了，我觉得比较可怜一点。那我们这边呢，来蹲一波。刚看到对方的人在上半部有两个，这边居然跑去吃魔龙了，让我有点讶异。那这边呢，他们居然跑下去了，然后我就尴尬一波，又蹲不到东西了。那我们这边就直接去吃这个上路的兵线。然后我还有知道一些比较特殊企业的玩法，像是奥义可以带上觉醒，然后或者是塞几个血魔跟祷告去增加一个前期的续战力。找机会呢，有机会再来测试这些比较特殊的奥义带法，感觉如果有效的可以去帮助前期企业比较弱势的这个续战力不足的问题的话，应该是会有点改善的，不过伤害就降低一点。但是呢，企业本身的伤害其实本来在前期就不高，他需要等到野刀三阶加上密咒之刃开始，就可以这样子去丢一下技能，然后偷一刀偷一刀的。那多偷个两刀呢，对方就挂了。所以这个企业呢，还是一只比较偏向于中后期的英雄，所以要尽可能的想办法度过他前期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呢，会利用这个日光护符加上奥义的一个搭配，去增加他前期的这个劣势的时间，尽可能来到中后期。那我们这边来偷一下这个红 buff， 偷一波。这边吃完之后呢，看到一个光头王直接贴上来，我们先利用二技能，结果这边呢被多点了一下普攻，感觉我不要丢这个一技能是有机会可以活下来的，不过这也是有可能而已，基本上呢还是难逃一死的几率比较大。那我们这边再来尝试抓一波对方的人员，吃完这个蓝之后呢，看到了对方的伯顿，那我们现在高伤害就很高了，我们可以随时去利用一技能刮两下的时候就上去偷一刀，然后再往后走。因为现在奇尔的二技能瞬移是没有这个延迟时间的，被改过了，现在顺出去的时间很快。那这边刮到之后呢，上去偷一刀，偷掉他三分之一的血量，这边再刮这个伯顿，就再上去偷一刀，刮掉他三分之一的血量之后，这边埋起来了。那埋起来之后呢，我们再起来就直接开大招。那其实开大招的同时呢，是可以瞬间丢这个二技能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大招结束之后是不会吃到伤害的。那我们这边呢，把这光头王给偷掉之后，就交二技能往后拉。那这边对方人员都知道我在这里，所以我们去这边吸一下血量，吸血同时呢持续往上拉，再多吸一点血量，避免等一下要打架的时候血量不够。那这边呢居然被这个古墓给偷掉这个小野怪，不过没关系，我们先刮一下这古墓，利用二技能重置。那古墓真的很硬啊，顶怀怀。那交大招闪掉伯顿的一技能之后呢，这边顺过来居然还有塔，尴尬。这一波呢顺错地方了，我原本以为下路二塔是不见的，那如果顺下面的话，感觉应该可以完成一个四连杀，不过最后还是把刀锋给换掉了。就这时候来吃一个红 buff， 哦不对，是蓝 buff， 每次呢都会有观众朋友们提醒我我讲错了。那这边再顺过来看，刚看到那光头王在草丛里面，这边再交一个大招，一刀砍死这个光头王之后呢，交一个一技能往后拉，这边呢利用二段的一技能直接收掉他，之后收掉这个刀锋，完成一个团队的四连杀。那这时候呢是可以结束掉这样游戏的。我大招还有十秒好，我们可以去抓一下这个特兰纳斯。现在呢我们就不需要像前期一样了，我们只要一个大招贴上去砍他一刀呢，这特兰纳斯就变鱿鱼丝了。那我们大招还有三秒，二一，二技能上去直接接大招，之后一刀把他头给划下来之后呢，开心的吃着鱿鱼丝就结束了今天这场奇尔在正式府的一般场实战解说。那么今天影片就结束喽。如果你和我一样喜欢奇尔的话，不要忘记帮我影片点一个喜欢，同时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更新通知。有任何想法都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想追踪我生活动态，可以到 APP 去点赞。我们就下部影片见，拜拜。